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推出的安卓的高级 UI 控件视频课程。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使用系统控件 GridView 实现相册图片的切换。GridView 是安卓的系统中实现网格的控件。如果我们想要实现一个最基本的网格，比如大家看到的这个最简单的网格，那么该怎么实现呢？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简单的示例程序为起点，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GridView 的用法，然后我们再写一个相对较为复杂的例子，来实现相册图片的切换。我们先新建一个 Android 的 Application Project。取名为 GridView 一吧，com 点 maths edu 点 activity。Hololight 添加到 maths edu 这个 working sets，建一个空的 empty 的 activity。这个界面的布局非常的简单，只需要一个 GridView 就好了。我们把它改成 GridView。给它一个 ID。就叫 GridView 吧。布局的宽度和高度，宽度是 mat parent，高度是 rect parent 吧。对于表格来说，我们要设置表格的列属。刚才看到的是五列，所以我们设置一个属性，num columns 等于五。我们可以规定这个表格在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上面的间距，比如水平方向可以规定是。6个 dp 吧，竖直方向也是6个 dp，我们还可以规定这个表格内的这个英文字母它的一个 padding，每个表格 cell 内英文字母的一个 padding，比如说是20 dp，这样布局我们就定义好了，然后定义 activity。我们只需要为这个系统控件 GridView 设置一个 adapter，就能够把数据显示出来。当然，adapter 它封装了数据，而且呢，它还封装了这个表格的一个布局，就是每一项的一个布局。我们先在 onCreate 方法中把布局文件中定义的 GridView 拿到，因此我们先声明一个实例变量，
m greater view 就等于 greater view front view by rd r 点 rd 点 greater view。 刚刚我们看到的显示的表格中的元素是英文字母，非常的简单，因此我们只需要一个 array adapter 就可以实现我们想要的功能了。这里我们定一个 string 的数组，private string 数组，数组这个实例变量以小 m 开头 string arrays。从 A 到 N，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然后我们定一个 array adapter， 把数据和每一项表格中每一项的布局封装进去，然后把这个 adapter 设置到 greater view 上就可以了。定一个 array adapter， 它的每一项是 string， new 一个 array adapter。第一个参数是上下文 this， 第二个参数是每一项的布局，我们就使用系统的布局 Android 的点 r 点 layout 点 simple gallery item 吧。最后一个参数是数据 m string arrays， 格式化一下。接下来把这个Adapter 设置到 Greater View 上 Array Adapter， 然后 Ctrl Shift 加 O 把没用的包删掉，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实现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个最简单的网格布局了？我们运行一下，好，一个五列的表格就显示出来了。我们还设置了表格的水平和数值方向的间距，以及每个表格内每个字母它的一个 padding。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使用网格 Greater View来实现相册图片的切换。之前我们曾经使用系统控件 image switcher 和 horizontal scroll view 实现过相册图片的切换，这里我们再实现一下。
接下来的示例仅仅是为了演练 Grid View 的用法。如果你要实现相册图片的切换，我们还是推荐使用 Image Switcher 和 Horizontal Scroll View。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示例程序的运行效果。上面是一个 Grid View， 它存放了很多张图片，当然这些图片可能有重复的。我点击上面任意一张网格中的搜列图，都会在下面显示对应的原图。好，大家思考一下这个效果如何实现。首先，我们要把上面的网格显示出来，它里面要装载很多张的图片，然后我们要再定义每个网格中的单元格的 click 事件，并且把对应的图片显示在下面的一个 image view 里面。好，我们先完成第一步，如何显示一个具有很多张图片的网格。好，我再新建一个 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Grid View 2.com.mathedu.activity。Next。Next， Finish。 首先我们来定义布局文件，布局文件中只有两个空间，上面是一个 Grid View， 下面是一个 Image View，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Linear Layout 里面。上面是一个 Grid View， 我们还要定义方向 Android Orientation Vertical， 并且让它们在水平方向上中心对齐吧。 Android Gravity Center Horizontal，第一个是一个 grid view， 我们给它定一个 ID， 就叫 grid view， 宽度是 wrap content， 宽度是 match parent， 高度是 wrap content。同样，根据上一个例子，我们定义它的列数是五列，它的水平间距6dp。它的数值间距也是6dp， 再给它定一个判定，是20dp。在下面是一个 image view。定一个 ID，
宽度 mass parent。高度定义为200 dp 吧，再定义一个content description，就叫这个 APP 的名字吧。这样，布局文件我们就定义好了，我们统一使用一个风格。这是整个的布局定义好了，对于 Grid View 这个网格中的每一个单元格的布局，我们还要给它定义一下。因为每一个单元格都是一个 image view，因此我们要把这个布局定义出来。比如我们新建一个，我们 copy 一份，就叫 grid 吧。它的每一项都是一个 image view。我们可以把这项去掉，grid view 去掉，只剩下一项 image view。我们把这个 ID 叫 cell image view，每一个单元格的 image view，宽度和高度我们都定义成。48 dp 吧，好，这样的话，每一个单元格对应的布局我们都定义好了。接下来，在 main activity 中，把 grid view 这个网格所包含的图片。都显示出来。我们先要把 grid view 和 image view 这两个控件拿到，定义两个实例变量。grid view m grid view private image view image view。然后把 grid view 拿到 grid view find view 把 id 点 id 点 grid view image view 等于 image view。find view 把 id 点 id 点 image view。再接下来，grid view 中显示的15张图片我们要定义好。我们先把这15张图片拷过来。drawable。定一个整形的数组，m image erase 就等于 new int，分别是2.drawable 点 android 1到15。
啊，第二，Joyful，第二，安卓的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加一个分号。定义好图片对应的数组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它封装到一个适配器里面。在这里，我们就不能使用 array adapter 了，我们要使用 simple adapter。使用 simple adapter 的时候，我们先要定义一个 list。list 中的每个元素都是一个 map。map 的 key 是string value 是 object，叫 cells。你有一个 array list，然后我们分别为这个 list 添加元素，进行循环。从第零个，然后 i 小于 image array 点 length i 加加，先你有一个 map string object cell 等于你有一个 hash map。这个 map 中，给它放一个元素进去。叫 cell，叫 put key，我们就叫 cell image view。value 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这个 image 数组中的元素。然后把这个刚刚生成的 map 添加到 list 里面。第二，add cell。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定一个 simple adapter 了。simple adapter 等于 new 一个 simple adapter。第一个参数是 this。第二个参数 data 就是我们已经刚刚生成的 cells。第三个是布局，就是我们前面已经定义好的一个网格中每个单元格的布局，r.layout 点 grid。接下来就是定义映射关系。form 的话，我们就你有一个数组，string 数组，数组中只有一个元素，cell image view，这个 cell image view。就是我们这里 map 中 put 的那个 key，第二个参数也是一个，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整形数组，
它的值是我们定义的网格布局中，也就是这个文件中每一项每一个 image view 它的 ID，r 点 id 点 cell image view。看少什么？这边，这边改一下。好，这样 simple adapter 就定义好了。我们把这个 simple adapter 设置到 grid view 上。simple adapter 这样 grid view 这个网格就应该把所有的图片都显示出来了。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大家看，所有的图片是不是就显示在 Grid View 中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设定，当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下面的 Image View 显示的是第一张图片的原图，好，我们再修改一下。设置 M image view，它设置 image resource，就是第一张图片 image array 里面的第一张。我们再运行一下，好，这样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下面的 image view 就显示的是第一张缩略图对应的原图。最后，我们只需要为 grid view 添加 click listener，以便于实现当我点击 grid view 中的某个单元格时，下面的 image view 就显示上面的缩略图对应的原图。好，我们添加 click listener，让 main activity 实现 on item click listener，并且添加要实现的方法。当在某一个单元格上点击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让 image view 它显示当前点击的这个数组中的元素就好了。当前的位置就是这个方法中的 position 这个参数。当然，我还要为 grid view 设置 item click listener this，好，我运行一下程序。好，我们试试看，是不是点击某一个单元格，下面就显示上面缩略图对应的原图，哎，是可以实现的。这样，整个示例程序的功能我们就完成了。本节课
就为大家介绍这些内容。谢谢大家观看，让我们下节课再见。